根嘎从雪域高原走出来的心灵歌者，他的歌曲在藏区广为传唱。曾经的他对港台流行歌曲也有着狂热的喜爱。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经常去内地，回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盒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耶利亚》，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童安格唱的。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从那个以后呢，我就喜欢童安格的歌，也喜欢上了流行音乐。今天用我自己的方式演唱这首经典的老歌。耶利亚，这比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这比耶利亚，那一诺用擦着耶。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了十年的眼睛，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我每次都反正用心唱歌吧，打动别人，首先打动自己人，然后打动别人。我也没想过得多少分啊，或者那都没想过，所以说用心去唱歌就行。耶利亚，生命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生命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生命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生命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生命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谢谢根嘎，谢谢。这我听过各种版本啊，但是我真没听过藏语的这个耶利亚女郎。你是为什么想着把这首歌来作为一个挑战经典的歌曲呢？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呢就经常去 K 歌，K 歌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去流行歌曲用藏语来试唱。你觉得有什么特精彩的吗？就是好玩的，因为刚才那是很精彩了。有啊，有那个安朵的这个弹唱来唱那个甜蜜蜜。用什么的弹唱？安朵那边的弹唱。哦，安朵那边的弹唱比残音比较多的。啊，是吗？那能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吗？甜蜜蜜
风中你也开在左春风中你也啊，你把这么柔情似水的歌唱成了一个这个像一个跳舞的小调歌似的。那可是呢，我们还要让请这个武周通老师来先为你刚才的叶利亚女郎来做一番点评。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叶利亚。正因为如此的话，当我看到有萨克斯有这个西班牙女郎出现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诠释我们心中的那个叶利亚。其实我觉得你具备很多的条件。第一，你是本民族的特质非常好的歌手，而另一方面的话呢，你又是一个通俗性非常强的歌手，就是你的通俗化的演唱的方法和一些感觉，其实完全是可以是征服很多很多那些喜欢流行音乐的更多的人群。我觉得你应该更勇敢一些，多去尝试一些，就是把藏歌和流行歌的结合。谢谢武周通老师，谢谢。